现在已经被证实了的，就是所有鸟类都有方言。咱们三门峡大青蛙繁殖，始于2014年。经过就是这10年时间了，大青蛙繁殖，特别是那个卫星定位，比如说我在青龙湖捕捉的天鹅，给它繁殖了以后，它到第二年回来，大部分还在青龙湖。在藏龙湖捕捉的天鹅，繁殖了以后，第二年回来还在藏龙湖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一直在这个位置，相对比较固定。但有交叉，有的飞到圣天湖，有的飞到王冠。这一群天鹅呢，可能就是迁徙过程中在繁殖地也可能有交集，也就是说，它有方言，它互相都能听得懂。就是它越冬地也相对固定，它可能在繁殖地也可能是固定的。就像咱生活在北方的人，就一直在北方；生活南方的人一直在南方。你北方人到南方以后有个适应，就是方言你适应很长时间，可能才适应过来。南方人到北方，方言有待适应。所以它就是一般情况下，就是它这个越冬地啊、繁殖地，他们都比较固定。偶然间可能去串串门，到那以后听不懂，还不如回家吧。